九龙湾地铁站隔篱成熟社区咩都有，而家睇间592尺嘅三房，入门啦一个玄关位，呢度就把鞋柜，一个设计几贴心嘅，再入嚟就一个长形嘅厨房，成组 L 型嘅台面都够晒空间俾你做嘢啊，处理啲家务，然后呢度隔窗几靓嘅，同埋呢度仲有一个玻璃柜啦，可以摆下嘢，下面仲有一个洗衣机，仲有啲雪柜，基本上所有嘢家电齐晒。转入嚟就一个长形嘅厅，日字厅就间隔分离，阔度就有2米6，高度就3米15，整体嚟讲唔差嘅。佢望住咧就 exactly 就九龙湾嘅地铁站，右手边就德福，左手边就淘大，而且呢度就新开咗一个叫做九龙东嘅文化区。顺住走咯，行第一间房就细房嚟嘅，只有半架窗，个窗好窄，有啲人会当系工人房，有啲人当书房，望嘅景观唔差嘅，会望到少少海景。快浴室都是一样咁企嚟浸浴嘅，基本上空间转动啊都 OK。呢度就一间比较细少少嘅房啦，你会望到隔篱嘅天台嘅。最后我哋睇间主人房，比较长身啲，配上一面落地玻璃，采光一流。呢边就预留咗一个位置做衣柜。有呢度就有扇窗望出去，都系一个南向嘅景观，望到启德啦、九龙湾啦、红磡啦，都望到少少海嘅。然后你见到下面就系地铁嘅 logo 啦。似呢单位查个价钱先，大概系900几万到1000万之间，你哋又中唔中意？